铁道部缩头乌龟，铁道部缩头乌龟，铁道部做事不敢当，铁道部做事不敢当。十几个遇难者家庭组成家属团，在温州市政府门外叫口号，要求见铁道部官员。我家人铁道部出来，能通知到再有酒店的家属的，全部通知他们到现在。他们首先静坐，直至区政府代表来到。我就不明白铁道部为什么这么困难来见我们一面。对，这是官太大了，还是说我们的你们请不动他是不是？命太贱，不是。